东西。那侬讲，每一天这么一清新的境界，咱不知道心情跟他同样这么一清新了吗？一句话说，日日新故日新啊。咱哪一天从前过去不如意的代志，安尼随着咱休息、困起来，甲昨个代志拢总甲伊扫除，哪会当安尼呐？这人生啊，就会当较快乐过。也那是昨不如意的代志放伫心底，那就烦恼堆积啊。无量无数，真艰苦。不过呢，烦恼是每天要扫除啦，心地呢要每天清净。不过发水啊，来滋润啦，是一点啊都袂用的去予伊间断去。人的性命需要水。咱的慧命更袂当无有发水啊，所以发水爱时时浸润，就亲像透早的露水迄种的感觉。虽然咱无看到落雨，但是呢，你家看土地呢，就真正哩安尼湿润。清凉的感觉，看看草枝啊，的尾啊，你家看，一点的露珠，太阳那是安尼多多起来，你家看迄个露珠在照着太阳的光线，哦，七彩五色啊，真水。天地大自然呐，这么真雕刻，日时头的大太阳来给伊晒，你看暗时呢，都有真充分的露水来给伊滋润呐。咱的心地应该嘛爱有安尼，不管是啊，咱有甚么款的烦恼来。长过去啦，咱的心呢，真正爱接受着佛法的露水啦，安尼呢来滋润心地。所以咱这几天来不断都是伫咧讲三照，安怎样来滴的三照？那到底要用什么心嘛？才会当数这三种地的，但水禅内底这段文都安尼讲，咱要用什么心来地别呢？就是讲善动行七种心，以为方便，然后初种耐苦。得免，成大圣啊，应当呢，咱爱内心起七种的心起来。
所开设的法门方便法，因为众生啊，长久以来啊，流转六道啊，根基已经暗钝啦，所以佛菩萨呢，必定爱用种种种种的方便啦，安尼呢，真耐心啊，来甲咱教导。但是啊，八万四千的法门，一开头呢，爱大乘用这个七种心，那么，咱来会当时时日常生活中运用这七种心啊，咱就会当把这个烦恼啊、障碍啊，一层一层的有拄到，都会当解除。所以咱来心存，定定爱有这七种心。那么这七种心呢？第一啊，就是惭愧，因为啊，这种心煎熬啊。第一是惭愧，第二是恐怖，第三是厌离，第四是发菩提心，第五万亲平等，第六念佛佛音，第七呢，则观罪性空，这呢就是处世。咱这七种心，是安怎都爱有这种这个七种的处世呢？咱爱知影，咱这惭愧，常常伫咧讲吼，心实在是一个根本啊，归善归恶啊，拢是从这念心起。咱归善发一念心，咱会当改除了过去呢，迄种贪嗔痴的心念。这念好心一发起来，就会当归向正道去行。不过呢，外面的境界实在足多啦，不是讲哦，这念心一发起来，那就事事向正道，因为周围的陷阱真多啊，有些的环境啊，千差万别，所以呢，虽然发心啊，不过咱也搁都爱时时提高境界。这个境界呢，就是用惭愧的心。那么也要惭愧，惭是啊，惭自己，愧是啊，愧他人。咱爱定定家己自内反省，想到咱要做的代志，定定都做不到呢，不如人呢。看到别人啊，会当遐尼正清净啊，想到咱甲伊比不到，伊遐尼正清净啊。世间呢，千差万别，有真多的烦恼，别人会当立刻改变，是安怎呢？我搁在定定好好，一错再犯，再犯再错，到底那是安怎？所以惭愧呢，就是向内自省哦。所以爱惭愧，有惭愧心的人啊，咱才会晓生出了恐怖。咱
人若无忏悔，咱都毋知影好惊呢。有个人做毋对啊，佫无忏悔心，袂晓要向内自省啊，错再错，不如人还是呢，起着比乱慢啊，就是为所欲为，这种的呢，叫做无报为心的人。咱若是知影讲啊，作业啊，做罪啊，有意去犯错，有意啊吼、去做的，这个罪业真大。那无意中呢，所犯着的错误啊，也是同款无明的一点一点的福报。那安尼呢，业报哇，想着报啊，就会起着恐怖心。所以这个恐怖的心呢，是来自惭愧。咱若无惭愧的人，就想安怎？我欢喜嘛，我欢喜啊！只要是我欢喜呢，无什么不可以，就为所欲为啊。袂讲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咱若是看到别人比咱较好的，咱爱赶紧给学来啊，甲当作伊是咱的老师。实说呢，看到迄种的为非作歹的人，咱来赶紧警惕。咱嘛是甲当作老师，但是呢，咱来警惕，咱来家己惊，惊咱会亲像安尼的人，一错再错，错了后呢，是互人人甲伊唾弃。咱是毋是会甲伊共款安尼呢？咱是毋是呢？有意会去做罪，无意会犯错呢？咱有意做罪，无意犯错了后呢？咱爱修补啊，那就起着恐怖的心吼、哦。所以咱爱有惭愧，咱才会晓呢有迄个畏惧。知影讲，咱来修补，啊，那对落三道要安怎、啊？这就是恐怖的心。一位呢是伊伊庙洞府的小弟兰洞，兰洞从佛陀出家了后，那国王啊，那是真期待啊，期待兰洞将来会当同接掌伊呀，江山领导人民。后来兰陀啊，一中大圣人啊，也嘛是结婚啦、啊。伊的太太足水的，是全国的上水的美人。所以啊，结婚了后，伊呢就是单独伫这种色声，迄种。享受娱乐的环境，所以佛陀呢，感觉难度安尼落去呢，是一直沉落去啦。为着要去拯救难度，所以呢，佛陀有一天出去伫咧吐破的时，难度伫迄个楼顶。
甲伊个夫人，安尼伫迄个所在啊，看舞听歌，伫迄个所在享受着夫妻呢，也欢乐。啊，拄好伫迄个老高个面顶啊，那看到佛陀呢，安尼捧着一块布啊，对伊个老高个面过去，这样。兄弟的感情啊，难懂。看到佛陀本来是空的，因为一击鼓临下嘛，赶紧啊，就落楼落来，对啊，向着佛陀，真正的恭敬作礼，甲佛陀讲：来，这个布我甲伊摕来去地方啊。赶紧的，摕入去内面，用着真好的物件，安尼底规个布呢，摕出来，看到佛陀呢，已经向前直直行去了。那伊就捧到这个布内面呢，有真丰富的食物，就伫后面直直绕，安怎绕啊？啊，就是绕袂着。佛陀向前直直行，不知觉中已经到了佛陀的前下了。佛陀坐落来，伊把这个饭呢，呈上佛陀的面前，向佛陀虔诚的供养。佛陀看到已经在伊的面前了，他就甲讲。难度啊，人生啊，无常啊，情啊是繁华，一时人生哦，万劫难在啊。佛陀安尼讲，难度讲，伊安尼听，听到佛陀所甲伊讲的一段人生的道理。知影是无常，知影是繁华。第一个所在，伫咧定思的时，佛陀就讲：难道出家？看出家呢？这种的生活呢，无烦无恼，而且呢，你若会当起了一念出家的心，断了种种的这个爱欲。你就可以当头解脱，去当尊难度，伊呢？佛陀安尼直接甲伊讲的是，到底是要拒绝呢，或者是呢要答应呢？在伊伫咧犹豫的时间，佛陀呢叫人准备落发，就伫这种安尼半强半软啊。这个情形下呢，难道出家啦？出家难道寄心呢？怎样佛法真好，对佛陀真恭敬，但是伊啊，对这点情啊，都无法度好断，心心念念啊，都是挂的。伊个夫人的心灵，所以，逐天都是真忧烦。有一天，佛陀，因拢爱去吐话去嘛，伊就甲伊讲：来，今仔日你好好呢修足正下，伊听到足欢喜个，想讲伊若修个正下。伊就会当偷走转去看伊个太太，所以起这个念头啊，佛陀知影啦。所以佛陀出去呢，马上随佫再回头倒转来。果然，难道已经呢离开前下，欲往伊的俗家去？佛陀呢，就甲伊讲：“你要去倒去呢？
来，今仔日真好的姻缘，我带你来去看，看一寡你这世人呢，可能要看的机会无多，趁着这当春，大家人拢去突破这个中间，这个环境真静，来，咱坐落来。亲戚人多啊，甲我多到第一个所在坐落来，这个中间好亲像佛陀带去离开这个所在，真远真远的境界去啦。迄、那个境界足水的，真多呢，一美丽，真水哦。看大家人真正哩用功啊！伫咧起一间厝，大家真打拼。迄间厝呢，非常的洞房啊，人间无的啦，这唯有天上才有的。看到人安尼伫咧起，遐尼正洞房，遐尼好的厝，伊就问佛陀讲。世间哪有这么正、这么正水的境界？起个这么正洞房的厝呢？佛陀就讲：你会当去问，问问看，这厝是虾米人的？那伊就向前去问啦。好亲像有人伫咧干工哦，他就甲伊问讲。这间厝这么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人起的啊？那这位在读工的人就跟他说，哦，这是为一位圣者，名叫做兰陀，他在人间啊，有很好的地位，但是他也是佛陀的小弟。伊已经发心去出家去啦，将来呢，伊会当来这个天堂享受这个所在呢，就是阮慧因所伫咧建造的。伊听到呢，敢是我呢？家己的内心啊，真欢喜，敢是我呢？伫这中间听到真多的这个。音乐天乐啊，足好听的哇！一群人间少有，应该呢人间无的美丽啊，足清洁，大家都足水的。每一个人的迄个肢体啦，迄个体态啦，都足水的啊，伫咧跳舞。这天乐啊，配上了真正的飘扬的舞姿啦，我真欢喜。就问，就心说问讲哦，哎呀，查某囡仔呢？那这位都该讲哦，即卖现在呢，因都伫咧训练这个天乐舞姿啊，有朝一日。这间厝的主人，那来到也是，这些母女呢，这些天女啊，就是特别伺候伊的。啊，听了，哦，这将来又是我的呀、啊，真欢喜啊！那走到等下佛陀的身边，就讲。佛陀，我知影这间厝将来是虾米人的，我嘛知影遐尼真多呢，会军机武力啊，我嘛知影遐将来呢是要来奉侍虾米人，真欢喜，真感恩哦，就开始呢，佛陀就讲来，我带你搁再行，也搁有真多的风景好看。还是赶快出来，搁在离这个所在真遥远、遥远的地方。
讲，伊看到啦，看到一群啦，诶，狗，看到遐个狗的形态呢，实在呢真歹。那么后来佛陀就讲来，再向前行，这啊，搁在伫真远的所在。发现到呢，真远都听到哀嚎的声音嘛。到底这是什么所在？哪有这么多人在咧哀嚎、哀叫的声呢？看起来，当成铁壁啊，好亲像呢，真正的炎热。这个境界呢，是这么真恐怖。到底这是什么所在？问佛陀啦，佛陀就讲：来，向前行，去看，那是什么款的境界？哦，就向前行，走入这个城来去啦。果然呐，城来呢，人足多，而且呢。这个人多，不是亲像人间的街路工哦，来来往往在咧做生意的人，不是。到处呢，都是真正的恐怖，一种的形态，什么款的形躯都有啦，人间无的，极度的形躯，地狱有啦。看到的呢，牛头马面啊，真侪野车恶鬼啊，伊啊，就是伫咧刑罚着真侪的罪人。那、啊、伫这中间，我看到油锅啊，迄、那个油啊，油鼎，伫咧下面啊，有人伫咧热火，这鼎的油鼎呢？的油啊，开始在要出烟啦！那，伊就指着迄个油鼎，问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到处呢，每一种的刑具啊，都有这种野车恶鬼在咧刑罚罪人，啊，哪会这个油鼎啊，也个才开始在咧起火呢？”佛陀就搁再讲，来，你去甲伊问，那伊都挖进迄位伫咧热火起火的人的身边啊，就问啦，问讲，到底你这个所在，这口鼎这么真大，内面遐尼多的油？你伫遮开始伫咧起火，那到底你起火烧这点的油，将来是要做啥的呢？他就讲啦：“哦，这是真危险的代志。你看，遮尼正做的罪人啊，这拢总是人间啊作恶。”有心作恶，无心犯过，有真侪人未晓要改过呢，不断犯改作业，真侪的罪业累积落来呢，离开了人间，都是爱堕落这个地狱，各种的辛苦啊，无共会受报。这就是一定人间的时阵所受所做的业，现在呢所受的无同款的报，所以伊才会有各种各形的辛苦，受各种各形的啊罪报。伊就讲指着这口鼎问讲：啊，这呢？这个所在呢？这个所在就是
同款，伫咧等着人间呢，本来有机会好修行啊，后来贪恋人间，一直啊欲念，所以将来伊得要离开、脱离迄个清净呀净团，伊的心不断在犯戒。伊的心呢，会搁再回归倒转去，迄个污浊染秽的地方，将来啊，以宽大为冠，贪恋的这种的这个色尘，后来伊的这个恶啊，会做真多，迄个时阵，那些。离开人间了后，这口鼎啊，的油啊，就是咧等待伊，等待伊，失了迄个清净的真心，伫人间享受真侪的欲，做真侪罪恶了后呢，落来这口鼎的油滚啊，就是啊，伫咧等待伊，伊就问讲。啊、是什么人啊？就讲，好亲像佛陀的小弟，很多。伊现在伫咧修行，但是呢，迄、那个心啊，还是一个不断色情淫欲。那转去了后呢，将来啊，接到江山呐，权力大啦，迄、那个时阵。会迷失了伊纯真的本性，那去当作所做的业不真大哦。听一个呢，足着惊的，走来个佛陀的身边，向佛陀讲：“佛陀，我拢知影，咱来去等啦。”那佛陀呢？这个微笑呢，他就醒起来，一个是在那个所在面对着佛陀底下坐啦。当阵佛陀呢，面露着笑容，问：“难道这座路，你的心境呢，有什么款的感觉？”难道讲感恩啊，佛陀啊？我呢，予我有上天堂下地狱，会当通看你遐尼真侪的境界，看到天堂，天堂遐尼真水的境界，遐尼真侪的美丽，啊，实在是啊，予人看得真欢喜。但是呢，一看到迄个地狱啊，我真惊。佛陀就讲：“天堂虽然是真水啊，但是呢，享乐呢是暂时。难道天堂也有修真的时阵？那安尼，你想，你将来是不是要再回去享受你人间的福呢？难道？”我唔敢搁再享受人间的福，天堂搁较好呢。总有一天呢，福尽啦，我嘛是爱搁再堕落啊，唔通？我真惊，惊迄个地狱啊，迄口油鼎，我还是呢，对不多修行啦、啊，我还是呢，会当断除呢这个六道轮回的苦难。人生确实是苦，我应该知啦。享乐呢，就是暂时啦。那看到讲哦，太太虽然是真水，看到天堂的美丽更加水。其实看到迄顶猴呢，遐形态呢，我的太太呢，应该甲遐嘛差无偌济啊。这种
将迄个内心起着不净观，自然呢，伫人啊，甲人诶中间会享福啦。即个伊诶心就会起着恐怖，即短暂诶欲乐啦，抑阁有未来呢，遐尼正长久诶罪报，所以伊惊啦。伊断了这份呢，这个色情的心态，所以伊安心出家，故意善恶杂人。咱的内心若无惭愧心呐，咱不管是看什么款的境界现前，互咱心安落来呢，咱呢看到外面的境界，又是会搁会有运气。难度是不是同款呢？但是呢，佛陀用方便的法门，可以去知影人间安怎享乐都不如天堂呐。那么就是和你享尽了人间福呢，将来啊，迄、那个罪业还是同款有报。不管你是不是将来一个国王，做错事呢，同款呢爱落油顶。这可以当堂了解，这叫做方便的法，以提醒伊可以警觉。虽然人爱有惭愧，才会当生出了恐怖的心。有恐怖的心呢，咱才会当时时警惕自己。所以咱来时时呀，向来家己找咱今仔日的心。是不是有亲像大地呢？接受到这个发水的滋润啊？是不是？自问咱家己的心。